你好，你好，我是芬芬尹慧芬。你好，你好，我是憨憨袁尚憨。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只不过是同事啦，都没什么特别的瓜葛的，但是在部电影当中，我们两个的关系实在太亲密了。我竟然要跟他做夫妻，什么叫竟然？不，我很荣幸可以跟芬芬做夫妻，三生有幸啊。今次在心想事成，今次在阿炳心想事成当中呢，尚憨就是我的老公，我就是姐兄的老婆，而我們的仔就是阿炳林德榮老婆、這個是去心生有幸啦。那你覺得怎樣，阿炳爸，今次你的演出？我覺得大家的演技都不錯啦，我覺得自己麻麻地啦，希望那我呢你說一下，我覺得演技最好的就是芬芬尹慧芬啦，我覺得她因為她的角色呢沒什麼難度，你知道沒什麼挑戰性，所以她是演得最好的。我知道這段拆曬她剪曬她其實呢台前幕後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很用心去打造这一部大马史上第一部啊，真正在贺岁档期上映的贺岁片《阿炳心想事成》啊，希望大家在新年期间啦，同新闻室友买飞入场支持我哋呢一部电影。冇错，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嘅，全马有88间戏院是支持我哋有上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啦。喺度，炳妈、炳爸，祝大家心想事成。